松阳吗？是我，你是谁啊？那天在1008差点被抓走吧？谢谢。你谁啊？我告诉你，你没有走错房间，是真的有人要害你。笑什么？你猜猜。你解放了？你偶尔能不能稍微装个傻？那么聪明干什么？看你今天能出来接我，我就知道了。怎么，要不要庆祝一下？庆祝是必须的，只是这件事对我来说又是一件好事，也是一件坏事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哲理了？你想啊，公司都让我上通告呢，上通告肯定是一件好事，而且这还是我这段时间唯一的一个通告。经纪公司啊，跟评估团队，他们让我在最安全的时间出现在大众的视野，让我属于试下水，看看到底有多少人能够接受。这是好事啊，那坏事呢？这还用问？坏事肯定是我没办法陪你了，手也拉不了，见也见不着，抱也抱不了，饭也不能一块吃，多无聊，多孤单。谁让你陪啊？你天天在我面前晃，我还嫌烦。你说你这个人，你前几天你还说我要是在你身边的话，你就思如涌泉。你现在又这么思如泉涌啊？对对对对对，思如泉涌。你现在你又这样说，你说你哪句话到底是真的呀？你自己猜去吧。哼。哎，晚上想吃什么？我请客。哎，对了，你还说那活动是什么呀？就是一个广告代言，试水的。哇，好棒啊！但是话说回来，我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能接受。孙杨，你只是经历了一些事情，什么都没有改变呢。你还是孙杨，那个独一无二的孙杨。哎，等你有时间了，陪我去一个地方呗。去哪儿？上天还是陆地？我看星座说的，如果在摩天轮上许愿的话，就会成功的。所以，我想让你陪我去坐一次摩天轮。那，你想许什么样的愿望？女生的秘密不能告诉你，这点小秘密我还能不知道？除了许能跟我在一起好好的这种，还能有什么？你很烦哎。还行还行，来个这个吧。再来个这个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松阳吗？是我，你是谁啊？那天在1008差点被抓走吧？谢谢。你谁啊？我告诉你，你没有走错房间，是真的有人要害你。哦，我先出去接个电话。我想知道你到底是谁。松阳，我是谁真的没有那么重要。我话都说到这儿了，你是不是应该关心真正关心的问题了？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那我再告诉你，1008嫖娼局是孔亮设计的。我们下了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有人举报1008嫖娼卖淫，没事的。是不是告诉你1008被人订走了，给你换了另一个包间？哦，对对对，之前是1008。被人定了，可是这个消息又没有告诉你，然后把没有告诉你这个过失甩锅给助理。小杨，换房间没有告诉松阳吗？我给忘了。你差点害死松阳，你知不知道？如果孔亮专门请你，那么你是这场聚会唯一的主角。一个经纪公司这么专业的经纪助理，能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掉吗？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你告诉我你到底是谁？你既然这么问，那我就实话告诉你，我是一个知情者。我不想看着个别人为了一己之力把一个好人给毁了，把娱记这个行业给毁了。信不信由你吧。再见。旺旺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得去趟公司。什么事儿那么急啊？要不你吃几口再走。不用，那个你自己慢慢吃吧，如果吃不了的话记得打包留给我，到时候我们电话联系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哎，